小心一点吧。不是我。是谁？不痛吗？我要告政府！我要告政府！大哥，那个人做不了官，冷静点，冷静点，大哥。做乜鸡哦？我讲，告政府冇用嘅。呢边阿伯，你扮到你头发啲女，都系错啊！阿伯，都系错，不如冷静啲，都系错，冷静啲，都系错，冷静啲啊！闹够了没有？打回来。这个女唱歌犯差仲靓政府这个人叫下我你是被反对党的敌人天佑女唱歌哪有女唱歌女唱歌哦女唱歌我昨天看到你你很有型啊是吗？哎，陈哥，你怎么来这里啊？我那两年出了一点问题啊，帮我 check 一下看。你那两年出了什么问题啊？不要问，还了就对了。你想要赚点钱就还啊，常常都赚。没唱过，你两个秀好了，要不要 check 一下？现在不得空啊，帮我搞定一下。我？爽吗？爽。有害到吗？有害到。喜不喜欢？喜欢。卖给你了，要不要？卖给我，是不是啊？是我，这台车有雷残过，又给你加过了，便宜卖给你了，给买你分期付款又讲。小哥叫你买就买啦，他老婆大把钱。
啊，丢东西，新的怎样来？来抢吧，我走先了，你什么东西明天让我知道了。跟我借钱哦。喂，雷昌哥啊，方便讲电话吗？有点方便，又有点不方便哦。那到底是方便还是不方便啊？这样，你昨天讲的还 on 吗？你讲那个 super bike 卖给人家了咯？哎，你不是说卖给我吗？人家拿 cash 来啊，还是派了人的 team 拿 cash 来买，这么傻？讲到傻是有点傻的。还有得谈吗，李强哥？谈，人家家就那两 bike 去再货开房咯。那我可以去哪里买一个 super bike 啊？去是在 standing bike 啦。Stunning bike. Whoa, stunning bike. Hey, 你在哪里啊？ On the way 了，十分钟到。我操，傻逼啊！阿弥陀佛，师父。哇，你很有型哦。没有啦，先接走。可以。借过一下吗？他是谁？这里的老板娘。来了，来了。什么东西来了？天龙车队来了。啊！怎么样啊？我没空，你们去看看吧。
小黄人会穿着黑武士的衣服的。前面站，冇嚟过残能人老爱讲话。天龙，你咪玩嘢先。我就系来玩嘢。天龙，咱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你为什么这么做？就罢了。你没看总结台太多？哎，你怎么知道？其实中国好声音，你看那年的记者，俺用他们做白客，给你爱来，只要别人都知道，马街他们做白客。嘿咩，天龙哥，搞我诶？俺用搞太极咯。俺就来一场 house， 五人制，比就比。怕你啊！好，有种，听清楚啊！输一队不可以在 KK 挫败，讲白一点，就是在 KK area 不可以挫败。我靠，玩这么大！唔得哦，冲来！俺每个在老妹放学咧，俺用又嘿，不俺用啦，那爱在 KK 挫败，带件明年帽再来挫。谁答应的？看着我做么？田，你过来。可以不要吗？过来。谁？输的话会怎么样啊？要戴着明年的面具到 KK 骑车。怎么样啊，勋？总会有办法的。又没车了。
宝贝，你们已经输两场了，如果再输一场就 out。白哥，收皮啦！四来，一、二、三、四，韩宇仔，他摔成那样还能骑吗？唔砸就会唔砸，一砸都唔可以少。你不要太过分了。来就是安阳咯，让我来。台湾飞到马来西亚和所有的剧组人员一起完成这一部呕心沥血的作品。那导演有说，如果大家想要看续集，也就是 Standing By 绝地大反攻的话呢，请大家用行动支持表示。那要怎么支持呢？就是让点击率破百万，请大家能够努力的帮我们分享，然后按赞，拜托大家啦，谢谢。